两个老人在那个公交站牌那儿等车呢，等了20分钟没等到车，阿姨抱着小孩就上车，车把头碰破了，小孩在楼梯那玩呢，不小心一下碰到消防站那儿，一直流血，2岁10个月，赶紧就往医院走嘛。两个老人嘛，就是一个是孩子他奶奶应该是，还有一个就是他邻居，他俩都不会用手机给孩子挂号，也不会写字嘛，所以我就想着在那儿给他们帮忙，然后我就给孩子他爸联系，赶紧给王倩挂号。刚开始交了200块钱，然后大夫就说要缝针嘛，那我就给再充了800，然后刚好他爸来了，人家就是二话没说就直接给我送了1200。过了一个来小时吧，我就问他了，孩子针缝好没？他说缝好了，他说没啥大事儿，谁遇到的事儿也还不能帮一把。我就做出租车司机已经2-3年了，之前也救过一个小孩，一个3岁的小孩吧，把铃铛塞到鼻子里面了。之前还救过一老太太要轻生了，从那之后阿姨也一直跟我联系着。